大家好，我是陈子鸿。第十三届买凤行动创作奖又要来了，想要你的作品被听见吗？想要进入这个产业吗？不要在那边那个抱怨或是怀才不遇了，赶快来投稿。创作是人生很快乐的一件事，但是发表却不一定。可是身为年轻人，你一定要有发表的勇气，以及发表之后接受大家评判甚至打击的这样一份坚韧。就是来这边又可以让你抒发你的才能，然后又有奖金可以拿，然后主办单位又非常有诚意的在办这个比赛，让你的东西呢被看见，这点很重要，赶快来投稿。欢迎你参加买凤创作奖，希望我可以看到你的好作品。不要犹豫，赶快来报名买凤行动创作奖，等你。